我必须回去。你现在进去就是要我敬你。放开！我有权利行使一个警察的职责。你有没有一个心理障碍呢？我的确令人有点冒犯难过。胡说！我是被冤枉的。你什么都没有。放肆！他们混蛋！江城，你的警徽和枪。我反对。根本就不是人。你不知道该斩人多大。是时候了。那你就死去吧。我是一个懦弱的不服和他们见面。你来抓我。说，他为什么要给你钱？帮他运东西，他就给我钱。运什么东西？渔货。什么渔货？是走私货吧？是。你们走私的是什么？王磊说，你们运的是假人民币。跟他傍着，你这么问，还指望了他？今天肯定过不去了，周斌在家看着呢。要不走汉路？汉路怎么走？武警都在查。找红霞姐吧，她一定有办法。 张胜已经二招了，他说他们刘振刚运的是第二笔钱，数目大约是3000万，之前那批货呢十天以前就到思明岛了，具体数量不明，但是规模应该比后两批的总和还要大。好的，我明白。是小磊的电话，江局长，又有新情况了。这批假币的规模至少要在1亿元以上，而且还在思明岛内。 据我手头掌握的材料，江城是个有能力的人，值得信任。你知道公司的规矩，人既然是你带的，我就不干涉了。但有一点必须说清楚：公司主要从海上进口，一旦出了事儿，不管大事小事，我找你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 一会儿可以去码头看一下。嗯，码头。嗯，啊，我可以去吗？当然可以去，以后你会来我码头的。哦，哎，沙小姐，你以前是学什么的？英语。你呢？啊，刑法。刑法？哎，贸易公司懂刑法有什么用？ 没有，我开玩笑，我没上过学，其实我是从小流浪街头的。啊，流浪街头也能看懂英语新闻，不错嘛。好。
甩掉放在隔壁。人家辛苦跟了我们这么久，按礼节应该停车打个招呼才对。明白。是个老朋友，好像是。为了洗清他的冤屈，他一定会来这里的。这一次，为了今后的孩子，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不能让他再误了我的事。林昭娣，我问你，陈什么？陈海生。那林昭娣是谁？张胜宇全招了，我现在去小庙，你们赶紧去找林昭娣和陈海生情况。好的，嗯，班长，赶紧讲啊。
我们这儿是警察局，你们是警察局。我们这儿是警察局，你们是警察局。我们这儿是警察局，你们是警察局。哎，小队长，当警察威风，当警察光荣。那我现在当了警察了，我就得尽一个警察的职责呀。 怎么了，小川？张胜都招了，杨亮一派人去残疾地方了。晚上给你电话。林昭娣什么人？据说是个很重要的联络人，就是他安排他们把钱藏在庙里。据张胜说。 这个女的不但知道刘正刚藏在什么地方，更重要的是，她还知道有关第一批假币的情况。那张海生呢？也是个渔民，和张胜、刘正刚都是运第二批假币的。停这儿干嘛呀？啊，看看。小姐，这些都是公司的货物吗？ 不都是，报关单上写的应该是一清元材料。报关单上写的，那就是说还有些是单子上没写的，别的。我可没这么说。宝龙公司这么大一个公司，只有这一个库房。好了，你一个司机问那么多干嘛？快成警察了吧？ 回去以后，你一身干净的制服穿，你这样不像来工作的。哎，回去就领。要说换上了干净衣服，是不是可以请你吃个晚饭？今天不行，我约人了。哎，好，那先送你吧。刘叔，大姐约您见面，肯定是为了第一批货。我想，她是不想让咱们做了。 啊，一个女流，是不是阿雄也要露面啊？你现在第三批货归了政府，第二批被兄弟卷了，想过没有？我的货再出去，你我下面怎么做？那六叔，您的意思不交？明天不是要见面吗？ 还是我来说吧。我不欣赏你们这样的作风，但是你知道规矩，公司的储备还是要在我这里。况且我老了，也该为自己的后事做些打算。可是六叔，7天之内货物要出城，你我的时间都不多了。 7天之内不出，永远不要出了。现在是抢时间的时候，他们在比看谁的动作快。7天完成不了，货是废纸一堆。红儿，听六叔一句，这不是你的事。 吹牛吧你！嘿，你不信啊？我现在给你装上。别别别别，你拿回你房间去玩去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就行了，你别装了，回你房间玩去。你回去，我就穿了制服，我得上班了。你回你房间玩去吧。我去带你房间。你回你房间玩去。你好心没好报。是，肯定没好报。快走吧。你小气鬼！赶紧。谁在你房间待着？哎，你这零件都不要了，你这些豆。 拿走，拿走，一个也不给你留。拿走，拿走，拿走。
这个别留，这也别留，还这个，还这个。杨队，这是大门。指挥，到。通知队里，马上派人来搜证。是。小叶，到。那边搜一下。林招娣在吗？您是说林经理吗？他今天本来有夜班的，后面听说生病了，他要去看病了。请问你有找他什么事吗？喂。同学，昨天上班了吗？啊，我是。查一下林招娣，我知道了，林招娣的资料已经在查了，要快，您就放心吧。对的，找不到，走。怎么样，喂，小磊啊，情况怎么样？我们这儿扑空了，暗箱里的钱已让别人拿走了。你马上去陈衍生家照顾陈衍生。明白。大家注意，十分钟内赶到陈爱生家抓捕陈爱生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出发。是。那个刮着风的下午，阳光穿透窗户，镜子里面熟悉的城市渐渐变得模糊，忽然发现幸福一条漫长的路，走不尽也看不清楚。你多大了？二十多。那跟我弟差不多，你得叫我姐。是。哎，燕姐，你每天晚上都喝这么多酒，这样老得很快的。我现在还不够老吗？还行，看着还行。哎，你除了那个弟弟，家里就一个人了。就算还有一个吧。你没事就来玩吧。我在这儿待了一辈子，什么人都见过。我知道你和我们不一样。不一样？那我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不会问，你也不用说。不过，我觉得你挺亲的。以后在这条街上用得着姐的地方，尽管说。佳恒，我们那都锁门了。你要不回去啊？小孩有问题，周碧
10点钟之前给消息。啊，怎么这么不结实？钱总啊，我现在非常想知道第一批货的安全程度。你知道，如果这5000万再没有了，熊叔就会亲临思明岛。我不想把事情搞得这么大。本来我们还希望你在这里建立工厂的，他老人家是很信任你。我马上约6叔和您见面，周斌是自己兄弟，办事能力我知道，那5000万我用性命担保，绝无问题。小队，小队，怎么样？
那我先走了，待会儿你走的时候把门锁好啊。看他在找什么呢？说不好，真是来卧底的条子，想查咱们的底呢。都是六叔过了眼的，按说不该呀。老虎还要打盹的时候，何况六叔现在的身体。待会儿把刚到那批货的申报手续给他，让他去海关走一趟。那批货可是有问题的。哎，吓着你了。我，你找我？我就问你一下，一会儿怎么安排？我想去给车加个油。那一会儿我查完了告诉你。哎，你这身衣服还行。嗯，哼，不过穿在你身上有点怪。我也觉得。哎，你不是在北京上了大学吗？怎么跑到这种小地方来了？你不是也跑到这种小地方来了？我是没办法。你呢？回家。怎么样了？雷子来了，都在外边。什么？听人说都找阿明哥家里去了，小庙也被人抄了。他生意挺出事的，阿明不会出门，说不定那边怎么样？到家里闹了一场，我现在也不敢回家了，你看怎么办？哥，别再犹豫了，现在只有红霞姐能帮咱们。她是咱表姐，总不至于出卖咱们吧？要不然你先去看看她的口风。行，千万别说我在这里。要不然的话，我们无法阻止假币进入全国的金融流通渠道。单单内控是无济于事的。
9点多，怎么你赶时间啊？啊，我跟海关的余处长约好了。公司的事儿。抓紧签名。不管是什么事儿，都要办好，是吧？你看后面，有个跟屁虫。我们都已经派人封锁起来了，目前情况就是这样。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状况来看呢，他们已经和咱玩起捉迷藏的游戏，而且这些人大多是岛上的渔民和船工，对岛上地形非常熟悉，所以想短期抓住他们难度性较大。我们没有时间跟他们捉迷藏，再难也要在短时间内把他们抓到，否则迅速破案阻止假币外流就是一种。出什么事儿了？陈海生手上带着3000万的现钞，他想从陆路离岛是不可能的，他只能走海上。又出事？海面已经被吉斯艇封锁了，他要走一段，所以我觉得陈海生肯定还在岛上。您看这次他怎么老出事儿？你也不劝劝？这老大不小的了，要是老出事儿的话，他也不是个事儿。那您看这次呢？你哥哥呢？躲起来了，我也找不着他，每次都是他给我打电话。嗯，这事儿还得容我想想。姐，您，哎，这是10000块钱，完事儿给您另外一半。报告。队长，陈处长，和张顺一起赌博那几个人，我已经查清楚了，这是资料。小川，到。你跟各区派出所联系一下，先把那笔假币找回来。是。领导，你看还有什么指示吗？指示谈不上。现在一切都要看省里边的决定。对了，项链，唐局长让我们过去。什么事儿？过去就知道。喂，处长，刚才有人跟踪。你现在在哪儿？公司。按时老地方见。是。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原来想给您一份宝龙公司最新的出关材料，但是被人跟踪，所以放弃。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你了吗？是，但是据我的观察，他们对我的了解应该还是零。他们进什么货？报关单上写的是棉花和化工纤维，但是存货的6号仓库很明显是存放高精度化工产品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其他的疑点。处长，这份是出关资料，还有6号仓库的资料。这份是我偷拍的出关资料的底片。
我是偷跑出来的，我想马上回去。好吧，我马上研究材料，保持联系。是，处长。你确认刚才有人跟踪你吗？确定。看来我需要帮你。处长，我能应付。你累吧，你自己要多加小心。我知道。去给厂里谈发电机的事儿，谈成了，我明天就可以回去了。哟，今天没睡午觉啊？谁还有功夫睡懒觉啊？哦，我在看书呢。你又弄那个破电脑？没有啊。哎，妈，等等，上班去了。哎，一起吃个晚饭。好啊。宝贝处长怎么不去啊？啊，他另有任务，等我们拿了省里的决定以后回来就告诉他。走吧。沙小姐，我真的要谢谢你。你看，你帮了我这么多次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进的公司？你知道我们俩前不久。啊，对。你看，你这么快就成了总经理秘书，还是女人好混。什么意思？我是因为介绍人跟总经理的关系比较好。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努力啊，保罗公司这么大，应该有很多机会的。夏小姐，有些话我不知道该讲还是不该讲。该讲就讲，不该讲就不讲。那我还是讲吧。夏小姐，我觉得我一见到你就很信任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夏小姐，你看，保龙公司处在这么偏远的地方，可是规模这么大。你我都很清楚，他一定有不正当的生意。什么不正当的生意？走私、贩毒，还有假币。还是不相信？你看看这两张钱有什么区别？你的意思是其中有一张是假币？我没说。可是我觉得这两张钱不一样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也不知道。江先生跟我讲这些事儿，不是害我吗？回头让六叔知道，不就惨了？没有没有，没想害。总算有个结果了。
省里这个决心下的那真是不容易啊。那是不是对省厅的陈处长还有点对抗情绪？没有，就是这个人有时候心思太深了，没法了解他。我知道他挺有本事。是啊，他这个人呢，可是有过大功的人呢。要不是95年那次失手，那他现在就不是在这个位置上，那将会是正更高的位置。这种劲儿，他损失了厅里最好的特警。哎，算了，不说了，要不你自己去问吧。喂，喂，神经病啊！谁啊？没事，是郑菲儿吧？小姐，买单。我来吧。说好了我请你。你那不是假钱吗？我有真的。先生，谢谢，75。好。谢谢。江先生，我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，不过有时候说话还是要小心一点。走了，因为爱情不在了，朋友远去了，人群模糊了，因为世界变了，心情真的淡了，只有一路走了。报告处长，邵静然。我长大了，因为不再疯狂了，找到那个小哥，梦想成往事了，他们不再美好了，很多人变了，很多事变了，请你相信，渴望热血如昨天般飞扬。我会说我爱他，你让我去吧。我在路上想着我飞起来的样子，我在路上离开走着的人们，我在路上翅膀已经生，我真的流泪了。
后悔吗？不后悔。做了警察以后，就什么也不后悔。